都是我不好，如果当时我能坚持，导演就不会。导演，这样不行啊，肯定过不了。他们怎么可能让你这样拍？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这叫大胆创新。你别煽风点火，导演，这个片我拍定了。导演说得好，我挺你。 你怎么看呢？凶多吉少。那你觉得我能放手吗？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如果这次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完成这部电影。别了。 我可没那闲工夫，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明天不要迟到啊！你就别马后炮了，现在人都没了。 The people above have sent us a message that they can delete whatever they want, and no one can stop them. But we will send them a message. You send out Twitter as fast as you can. You tell the crew members to come. You tell them that I called them. You shoot now with me. My cast, my crew, we will show the people above
that they cannot deliver whatever they want. And this is our movie. This is our movie. 我们的电影，我的电影。哎，你们觉得我们应该？导演说的没错，他们不能就这么为所欲为，我们要去拯救导演。审片区，干什么呢？走啊！我怎么觉得有人跟我们？什么人？出来！你什么人？干嘛跟着我们？你干什么呀？傻子呀？港的吧？穿这样干什么呀？马戏团啊？拍电影的吧？拍电影不去好好拍电影干什么呢？还是马戏团吧？不会拍电影搞这么多事儿干什么？脑子被枪打了吧？原想王子会公主，却是恐龙见了心慌。好诗，好诗。年轻人，莫急，莫急。此去一路艰险，何不歇息一下？听我作诗一首。没这个时间，走开走开走开。剧本即席有，自己要动手。特效加科幻呐、啊、全部瞎扯。Oh, my God.
还扯淡呢，我看你才完蛋吧。小心他的笔！不愧是张导手下的人呢，一个个都这么固执，为了一部片子，值吗？你懂个屁呀！你们这些人，这不让想，那不让拍的，多少好片子让你们剪得面目全非，你没有资格在这里说教。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就让你们剧组彻底解散。双胞胎？没听说过呀。要小心啊！等一下，既然都要解散，能不能先让我通知一下其他人啊？我们剧组死也不放人鸽子的。看在你还有点职业道德，好吧。好了没？快点，快点，快点！别耍花样。咦？啊，还没请教你是哪位？我是他哥哥。哦。我说怎么出来抛头露面的也是弟弟，穿得有品一点的也是弟弟。虽说你们是双胞胎吧，不过好像没人知道你的存在哦。你别听他胡说，他想挑拨我们。哎，你干嘛要听你弟弟的嘛？他不就有根笔吗？你也可以啊。哎，你给我闭嘴！你干嘛？你给我放开！你给我放开！就是现在！
导演。我就知道你们会来的。原来是你。没错，就是我。为什么？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我跟了导演那么多年了，什么都没捞着。但是你，他竟然让你当导演，我不服。虽然你是 MFA 毕业的，但是你的能力还不够啊。够了，闭嘴。只要你们都死了，我就能当导演了。导演，怎么处置他？再给他一次机会吧，重新从 PA 做起。你乱七八糟，不知所云，我全部删掉。